立正，站立，正坐。罗家叔啊，金步京的朋友大家好哈。各位，咱参加咱第十四届这个法律建国的这的所有好朋友呢，大家午安，大家好哈。我知咱这届呢有毛真侪咱原住民的朋友来参加哈，真歹势哈，因为这个原住民的话，我刚刚罗家叔啊这句呢哈，因为这较早阮以前大概是去这个新竹吼台演的部落内底去啊，有学一寡简单的即个台演的话吼，所以呢，我无多用阮这边的话吼来讲吼，只好用即个台语来讲即节课吼，那我咱在座阮这边朋友者多多包涵一下吼，咱今仔日下晡呢，即个第一节吼，咱要谈的是同个甲台语文、台湾的即个语文有相关啦吼。当然，咱先为这个五二四呢，就是前一站啊，前几个月呢，为我迄阵抗议这个黄春明这个事件，来看咱整个台湾语文哈，咱台湾文化的一个主体性的一个发展哈。当然，这个有关五二四事件，就是抗议黄春明这件代志，到底是安怎？我想嘛，话真侪咱在座的朋友话已经可能拢知影哈，话可能无解释哈。我想咱今日嘛，无要用上侪时间去讲遐啦，吼，咱简单点一下，主要是要来讲咱未来，咱台湾的语文到底是爱安怎发展会较好，可能往这部分来讲，吼，当然一开始咱会先针对这個，五二四这个抗议黄春明这个事件到底是安怎呢？咱我简单来小解一下，吼，这是伫今年五月份，吼，这个行政院这个文建会呢，文建会呢又办这个百年小说研讨会，百年小说的研讨会啊！伊这个研讨会，几啊天，其中有一天呢，最后一天是伫台南，诶，这个国立台湾文学馆吼，伫遐举办吼。伊办这个百年小说研讨会是要创啥？当然是要庆祝因中华民国一百年啦！伊当然想办法为文化、为语言、为文学各方面拢要牵拖讲，这甲中华民国建国有关系咧。所以这个百年小说研讨会呢，各位你若有机会，你上网站去 Google， 甲找百年小说，百年小说的研讨会，伊网站内底拢有资料，请遐人吼，大多数拢是在台湾的中国作家啦，拢是一挂中国人的作家啦，伊敢穿插几个迄种看起来呢，看起来足像台湾人，虽然是台湾出世，毋过伊的心拢无囥伫台湾的，心拢囥伫中国的，譬如讲像黄春明就是安尼。咱等下嘛，阁会详细讲，为虾米黄春明是即款的人呢？即敢咱以前想象中，甲伊当作是乡土作家呢，看起敢那，完全无同印象。为虾米是安尼哦？即个研讨会其实讲较直接的啦，伊就是要掌握即个对台湾文学的解说权啦，对台湾文学的解释权啦。伊要解说讲，虾米叫做台湾文学？台湾文学就是拢只中国人。中国作家来台湾了，才建立的啦。原住民无啦，客家、河洛啦，拢无啦。干那只中国人来，只文学，只作家所建立的，就是变成今仔个台湾文学啦。伊大概是要抢迄个解说权就对了。这个演讲内底呢，伊请真侪啦，包括譬如讲像真有名的白先勇啦，这伫做伊的贵宾席。白先勇是啥？因老爸。做将军嘛，白崇禧啊，就是老爸啊，白先勇伊这伫台湾待无几冬，尾啊后来伊即摆拢嘛待伫美国较济咧，就写几篇啊，甲台湾有关系，其实伊写迄其实甲台湾关系无啦，其实写迄拢是因遐将军的子孙啊，遐后代呢，伫台北伫安那，啉酒啦，还是安怎？规划啦，伫遐郁卒讲吼，因个中国迄个阿强啊退去啦，无去啦，遐足郁卒个啦。写即种个生活，其实甲咱台湾无关系。认真讲，迄是啥？无根个一种个流氓政权，啊，种即个刀刃个文学尔啦。但是这呢，伊拢甲你讲做迄是台湾文学，敢若台湾文学正统就是拢迄种啦。正讲咱原住民个客家，也是讲河洛个，咱本土个遮个本土，特别是用无语来书写这作家的作品呢，拢无要甲你谈啦，完全无甲半篇是，无甲半个作家用本土语文来写这作家，无人受邀请啦。
啊，啊，当然其中遮个作家来呢，伊拢讲是拢讲因个小说个创作个心得啦，吼、啊。啊，你若讲伊个小说创作心得，啊嘛，佫无要紧嘛，吼、啊。其中呢，就安排着一个叫做黄春明个，啊，即、這个黄春明呢，伊来伊嘛，毋是要讲伊个小说个创作呢，是要讲啥？伊个标题是啥？台语文书写佮教育个相克，吼、啊，然后台文教育书写的商榷，意思讲吼。啊咱是毋是要用台语来书写？是毋是要用咱家己爸母的话？吼、哦，用客语啦，啊，种用原住民的话，啊，种用即个台语呢？用家己的母语来创作文学，敢有需要？伊一开始就做负面的啊啦，啊，当然伊后来规定演讲拢嘛是负面的啦，哦，所以伊就经即个标题要来遮讲，讲踢馆啊，就要来遮讲，算讲是要讲即个要讲即个拍对台吼、哦，要讲挑战就对啊咧，啊、哦。啊！伊即个演讲的时阵呢，你若讲你用较正面的来讲吼，好啊，即摆咱用母语书写，到底是拄着啥物问题，要哪改善吼？安尼咱嘛搁听下落去呢。但是伊毋是啦，伊规场演讲拢是负面的。伊的即个演讲内容呢，是安尼吼，咱来吼，伊迄天呢5月24日啊，早起9点开始啊，开始演讲呢。啊，我嘛是阮一群人嘛，乖乖去甲听呢。嘛无像讲画报纸伫遐甲咱扭曲吼，讲啥物？阮就是着讲举牌仔伫遐共抗议，其实无影。阮伫遐听半点外钟个呢，听个伫遐黑白讲吼，讲规半点外钟，阮才果不其然甲举牌仔抗议呢。啊，伊内底是安怎讲？当然，伊一开始讲啊，我们中国人呐、啊，我们汉人呐、啊，哦啊，着伫遐批评讲啊，台湾即几年呐、啊，哦，拢无啥物诶，即、這个。即、这个文化独立吼，无啥物即个政治啥物一边一国啦，吼、哦，伊就开始咧批评即个物件咧。啊，当然，伫政治上，伊要有无共个主张，迄咱嘛尊重伊啦，吼、哦，无要紧，你会当有主张无共个，无共个政治主张，吼、哦，但是你爱客观公正，吼、哦，你要共批评个时阵，你爱就事论事啊，你袂使乌白共，白白无共，你甲乌伫遐歪错事实啊。结果伊就开始就伫遐批评啊咧，吼、哦。啊！伊加少着即个学术研讨会，讲这是学术的研讨会，哦，啊，着遐讲开始咧批评安尼，哦，台省当然伊着针对即、這个，啊、哦，咱一般咧讲个台语呢，哦，也是讲即个台湾的本土语言，就讲啊，这着方言呐、啊，哦，台语也好，客家也好，这拢方言尔嘛，哦，啊，过来讲啊，即个闽南语啦、啊，哦，各位，闽南是啥物意思？闽呢，你若查即个古册，哦。啊，即、这个古册内底记载，闽呢是东南方的野蛮民族，东南方的野蛮民族是蛇的后代啦，蛇囝蛇孙的意思呢。哦，你若查古册是安尼，会解说呢。哦，啊，所以闽呢，迄其实是古早遐中国的中原遐人呢，伫看清中国东南方遐人野蛮民族，就敢若袂输咱过去呢，清国时代，哦，看清原住民，啊，甲原住民讲，啊，迄是番呐。青番也好，石番也好，甲当作番啊，同款你是咧骗受人个呢。所以闽字即句其实嘛是无好个即个的用词吼、哦，啊伊嘛是照常咧用，伊讲啊即闽南语啦，即方言吼、哦。啊，过来呢，伊就开始伫遐批评啊啦吼。伊、哦、就讲吼、哦，啊有一届伊去高雄哦，去演讲呢，啊去国校内底看到迄、那個，啊即卖无拢有推行即个本土个语文个教育嘛吼、哦，国校逐礼拜一礼拜一节个课吼。哦啊，讲啊，高雄迄间高雄某一个校呢，啊，也有迄个学校的即个情境布置吼、哦，有迄个布置，哦，后台语的，后客语的，后原住民的，吼、哦，遐尼济，哦，啊，迄遐尼济呢，迄造成学生囡仔学习的负担啦，讲迄无需要啦，就学一种就好啊，就学中文就好啊，何必学个学遐济要创啥？哦，啊，这母语就踮厝讲就好啊咧，哦，啊，踮厝讲自然就会流传落去啊。奇怪，啊！若踮厝讲就会流传，啊！若喺北京话就踮厝讲就好啊咧。哦，即摆大个囡仔嘛拢足够讲北京话，何必你到迄校去教？哦，啊！你何必迄校就爱去教你会晓读、会晓写即个中文，无需要嘛？啊，是安怎？咱台湾语言就拢无需要教育，啊！北京话就爱。哦，啊！伊就伫遐讲吼，啊！咱台湾就无需要即文学呢，啊！即用母语是要哪写作文学？哦，用台语是要哪创作文学？爱用中文较会使，所以伊就伫遐偏秀。真侪，包括咱从事母语创作的这些作家呢，哦，就讲啊，你无需要用台语啦，无需要用客语啦，啊，无需要用原住民这母语啦，哦，你着放弃，啊，着接受用中文就好，啊，勉强无你着踮厝家己去讲你家己的母语就好啊。
伊个心态就是安尼呢，过来，伊唔呐认为讲即个母语无法度创造文学，伊呢，佫开始举名道姓，具体就伫遐批评某某人呢，伊就咧讲，像迄个即个舞台剧个啦吼，一个郑良伟啦，一个安徽人啦，安遮个人咧，要为甚物台剧啊，不三不四啦，就开始伫遐批评人安尼，所以呢，即个时阵我当然就听了足袂动一下，我讲你会当无同个政治主张，无要紧，但是呢，人家坚持要用母语的人，要用母语创作，你应该共尊重较对啊。你家己做袂到，迄嘛无要紧，但是你要尊重人嘛，你袂使共偏向啊，袂当偏向人讲不伦不类啊，这样呢，当然即个时阵我着举牌啊抗议啊，我牌我是用中文甲台语文两种来的牌啊吼，中文我来写讲吼，台湾作家呢不用台湾语文，却用中国语创作可耻啊，这个下面则是用台语的罗马字吼，讲台湾作家爱用台湾语来创作，也就是讲你若是讲客话，你爱尽量用客话来写作，讲原住民的话，你着用你的母语来写作。譬如讲像咱最近这个赛德克巴赖这出电影呢，真好啊，伊大多数都是拢用伊家己的这个原住民赛德克制作的伊的母语来发音，这嘛真好的物件所以呢。咱即个主张母语文学的人是讲，咱的母语你爱顾落，而且爱互伊有发展、有教育，会当去书写即个文学的即、這个机会咧所以即个时我来甲抗议当然就引起真大的即个纠纷啊争议啦吼。即个咱来听看卖咧吼，听一下即个声音动一下吼，看我有甲误会啊无就是讲迄个事后呢。包括黄春明，包括媒体，拢否认哦，拢讲无。咱等下嘛，搁小各位看看因网站，因咧篡改内容，搁否认讲伊有骂人。是到尾啊呢，咱甲公布录音带出来了，而且果不其然爱承认哦。咱来听一下录音带一下吼，伊伫遐共骂，甚至到尾啊，搁甲用北京话用北京话误字经甲错甚至搁冲来要甲拍咱再听一下录音带一下吼，录音迄个档案。咱迄个麦克去麻烦，甲放伫后壁，听一下较大声。这两位还把我的作品用他的汉罗拼在一起的文字呢，把它翻译过闽南语，我看特别不对。过来吼，伊用五字经共骂，咱嘛听看觅咧吼，看是毋是真正有吼。当然，大家小包含一下忍耐，咱听一届着吼，咱这是要为着追求。这声音咱无放大，迄是伊真正录音现场，伊就是伊用麦克胶夹到足大声，所以录起来较大声吼。咱无特别甲放大，咱都是照录音带尔。所以你看平时录音是较细，还是胶的时阵特别较大吼？咱即下来探讨看觅咧啦吼，就是讲。即、这个当然，伊即个咱抗疫时阵买啊呢，即个工作人员穿红衫，就来抢我的海报啊！这是即、这个黄春明迄当时呢抢落来吼，佮包括家己的设伊的衫啦，本来有穿一领一个类似设置的衫吼，嘛脱起来要抢来佮我拍就对啊吼。即、这个咱讲呢，即、这个黄春明呢。今仔日吼，你若讲徛伫学术的角度吼，既然你讲这是研讨会，毋是学术的研讨会呢，你若讲就学术上、就事论事吼，咱即个母语书写、母语文学有啥物欠点，有啥物爱改善呢？咱提出来讨论，迄即拢会讲一嘛，毋是用即种呢，伫遐共负面、伫遐共偏向、伫遐共口舌吼。你咱拄只各位咱听着，伊咧讲遐个话是拢是呐。用种负面的口舌，所以你看，包括在场真侪人嘛，对你伫遐笑啊，遮个人真奇怪呢，伊就讲，伊的意思是讲，台湾人爱放弃家己的母语，爱认为讲爱用中文，安尼呢，较有即、這个，因为较有市场啊，较大啦，较侪人看有啦，
哦，啊，那安尼奇怪，啊，咱就用英语写就好啊咧。啊，为啥黄春明你不爱用英语写？用英语写，全世界的人看有，啊、哦，啊，因为伊可能英语都无多写咧。啊嘛，过来，因为伊认同中国啊。啊，咱讲伊认同中国，这咱嘛无加冤枉着呀。哦，咱来讲这个二十当前咧，前卫出版社、前卫出版社，因为出一套这个台湾作家全集、台湾作家全集啊。哦啊，迄当时呢，总编辑因嘛有按算要甲即个黄春明，啊，佮陈应真哦，陈应真因个物件嘛要甲收入台湾作家专辑，但是因讲啊，讲 no， 无爱，伊讲我毋是台湾作家，我是中国作家，所以你莫甲我收入台湾作家内底。所以呢，你啊看黄春明系、陈应真系，拢无收入台湾作家内底。啊，啊，这毋是我特别讲个哦，各位你若去查。前卫台湾作家专辑，啊，一套五十大本，啊，就是无伊个。过来讲到陈应真，最近呢，陈应真哈，即几年伊拢去中国啦，哈，啊，最近啊，已经是真严重，破病真严重，住伫即个北京遐个病院内底哈。虽然伊是已经足严重啊，啊，但是呢，最近呢，伊嘛委托律师发文来即、這个。台南的这个国立台湾文学馆，讲要告台湾文学馆，啊是啥物代志要甲告？因为最近这个台湾文学馆呢，吼、哦，伊嘛出一几啊套啦，吼、哦，就有关台湾作家的相，而且评论集就对啦，啊、哦，就是一寡台湾作家，啊、哦，爱去评论的一寡文章哈，啊，其中有收到一篇陈应真伊的评论，伊伫评这个吴若流、吴浊流的作品的一篇文章就对啦。哎、啊，为啥伊要甲告？伊讲吼，我都毋是台湾作家，为啥你要甲收入台湾作家这评论集内底？我已经甲恁警告过啊！几若当前陈应真伫文学馆时阵，就已经甲文学馆表示讲，伊的作品绝对无要放伫台湾文学馆内底，因为伊认为呢，台湾文学馆是阿扁啊手台啊手来成立的，伊拒绝啊。换一个角度，其实咱嘛肯定的，既然讲伊要做中国人。安尼，你台湾作家要扛，咱其实嘛要照尊重伊啦。所以人，那个陈应真是加做骨气的吼。所以，伊最近呢，伊就要来告这个台湾文学馆，告讲吼，你甲我无经过我同意，要甲我的文章呢收录伫这个作家专辑内底啊。啊，所以呢，这个咱讲，因是中国作家呢，这咱嘛唔是讲排外，嘛唔是讲咧排斥伊啊，是伊家己都无认为伊是家己是台湾作家呢。虽然讲这两个人无唔对，伫系统上是伫台湾出世无唔对，但是伊心呢无伫台湾呐，应该嘛要做中国人啊。啊，这咱当然嘛是当尊重伊啦哈。但是呢，咱尊重做中国人的时阵，伊敢会当当反倒转来讲，啊，恁只做台湾人，咱遐戆哈，咱遐白痴，咱要坚持家己的母语，你袂使安尼嘛。你要选择用中文去创作，迄是你的代志啊。但是我要坚持。用台湾的语言，要用原住民话，要用客话，要用台语来继续咱的文学创作，这嘛是咱的自由啊！是安怎你着甲我骗笑？啊、哦，就亲像讲，今仔日那是有人甲我问讲吼，啊，为啥要抗议这个黄春明啊？我着简单来回答讲吼，今仔日那总讲啦，有一个人啦、啊，问这个甲这个中国真有名吼。哦诶，一个过去的一个叫名作家叫鲁迅呢，吼、哦、啊，甲鲁迅讲啊，讲吼、哦，你着莫用中文创作，你用日文创作嘛，你用日文创作就好啊，你何必用中文？而且过去呢，较早满洲国的时阵，啊，满洲甲日本合作，满洲啊独立啊，这个正做日本的一个顶个是咖喱红的国的时阵呢，迄当时伫满洲呢，用满洲话嘛，用日本话呢。哦，啊那安尼想，我嘛讲，安尼中国文学用日文创作就好啊嘛，何必要用中文？请问中国人会起来抗议的袂啊？当然嘛会抗议。啊，中国人要用中国文写作，为啥袂使？为啥得用日文？同款的道理嘛。啊，咱台湾人要用台湾语文，是安怎袂使？是安怎得爱互你安尼甲咱糟蹋、甲咱骗想？所以这就是足大个一个重点。啊，当然这牵涉到尾啊，就是国家认同的问题嘛。啊，黄春明伊认同是中国啊，所以当然伊也感觉讲放弃本土的语文无要紧嘛。哦，问题是对着咱
大多数认同台湾的台湾人来讲的时阵，为啥咱就要放弃家己的母语？啊，所以这是上大冲突点、争议点，就是伫遮嘛，哦。啊，咱讲到这个主办单位呢，实在介无路用啦，吼。啊，这是文建会出钱的，啊，用咱在座所有的人2300万人缴税金给文建会，啊，文建会出钱交予这个文讯杂志社啦，文讯杂志社啦。啊，文讯杂志社其实就是国民党外围的组织啦，啊，啊，这个文讯杂志社因先办这个研讨会，足无路用的，安怎讲伊无路用呢？人讲敢做就敢担当啊！啊，这个我甲抗议了的时阵呢，联合报啦、中国时报、自由时报拢有报出来，啊，啊，报出来了的时阵呢，联合报因遮的人，包括这个主办单位，就伫啊。篡改啊！因在咧放风声，讲吼，其实呢，人黄春明来呢，拢是咧讲伊个小说尔，也无讲着台语文啊，还是甲政委文着斗一阵人咧，着是遐共控伊足无理，讲啊，这是要做啥物大学教授？各位，拄只咱有看着相片啊，伊明明伫咧讲台语文个议题咧，吼、哦，但是因竟然敢安怎呢？事后报纸报出来了，因篡改因个网站呢，因个网站内底呢，即、這个。黄春明演讲的标题，改篡改做啥呢？各位，咱来看卖呢吼。伊改标题，这是因的百年史说研讨会的这个网站，正式的网站。各位可以当用 Google 去甲找出来，去看有哈。伊这呢标题改做《请读一页小说》啦。本来是讲台语文，说他改做《请读一页小说》啦。哦，啊这主持人李水田吼，演讲者黄春明啦，啊。啊，尾啊呢，阮当然有甲立委反映咧，立委着迄个质询啊咧，啊伊则讲啊无啦，迄款囥毋着去个啦，足敢拗呢，硬咧拗呢，啊若好佳哉，阮有看着，啊阮若无看着呢，伊毋知影黑白迄个共四界黑白宣传，所以这着是中国媒体恶质着是安尼呢，你看无影个代志，伊硬要甲你拗讲吼，伊是咧讲小说，啊咱带人迄个闹着，啊其实是伊啥？伊本来就是要来闹场啊！换一句话来讲，因办这个研讨会，就是要叫黄春明来闹场嘛，要叫黄春明来修理台湾作家嘛，要用黄春明迄种表面上讲是台湾人，其实伊心拢是中国的，要用这条人来咧扇台湾人的嘴皮，扇予中国看啊！哦，所以伊竟然敢篡改标题呢？啊，尾啊伫位的质询之下，哈，伊才讲啊无啦，迄个拍唔对，才搁甲恢复转来啊。哦再来，搁另外一个无合理的，伊这个研讨会呢，伊常是拢有立即转播，就亲像咱即卖，啊，咱即卖即个演习同款，有现即个立即的转播吼，随伫网络顶头当转播，全世界的人拢当看。所以演讲当天呢，伊嘛有转播哦，甚至黄春明伫遐要骂人，要骂陈良伟教授，骂即个安伟人的时候，伊家己嘛知影去有咧录音，伊讲。啊，我知道你们在录影，没有关系。伊家己嘛安尼讲呢，哦，即个咱嘛拢有录音起来呢。结果呢，迄场的演讲，黄春明迄场演讲呢，伊拢甲删除，唔敢转播。包括事后人其他别场的呢，你看像白先勇的演讲，还是其他人演讲，拢有伫个哦。迄录影档拢有存伫，拢有嵌伫网络顶头，会当互人随时去点，会当来看。结果敢独独黄春明即场无去，啊是安怎来唔敢互看？你若讲哦，啊，政委文无你一时就共乱呢，安尼你就放出来嘛，互大家看一下政委文是安怎无你，是安怎伊拢唔敢公布出来，哦，啊，当然就是较无你咧，而且立委阁伊甲质询咧，讲啊是安怎你录影带唔敢公布，伊讲吼，无啦，啊都无得到黄春明的授权啦，所以袂使公布出来，那奇怪，规个研讨会大家人个。录影拢会当公布，独独着黄春明袂使。啊，黄春明家己咧讲，伊知影大家有伫录影，无要紧呢，是安怎毋敢公布？到即嘛还阁毋敢公布呢？三个月已经过去啊，啊伊嘛拢毋敢公布呢。好佳哉，迄当时现场有听众录音呢，啊一寡听众看袂过，才甲迄录音档传互阮。哦，啊阮落尾啊有甲整理做逐字稿，甲黄春明演讲的内容，一字啊一字拢甲写落来，甲公布伫网站。啊、哦，就安尼了呢，包括什么联合报、中国时，因较怎
鸡嘴变鸭嘴，较唔敢讲个只。无一开始拢个母后讲吼，咱拢是无风度，安怎去共人场呢？哦，啊，这是有关这个黄春明这件代志的大概经过啦，吼、哦。啊，当有个人讲吼，啊，张老师，啊，你太不爱等人演讲煞吼，啊，有问题你才举手来问嘞。我讲啊，这是安尼啦。今天安尼啊讲吼，黄春明，你真正着照学术的规范，就事论事，哦。当然，咱就头来。问题伊毋是呢，伊是一种做投毒的，即个动作呢，是下毒呢。等下秘书讲，咱咧啉一杯水，伊甲你有人甲你放即个塑化剂落去啊，哦，啊种甲你掺毒落去啊。你是要随甲阻止，还是讲吼你个啉落去，啊等甲你人着过身去，还是讲送病院吼，啊才去甲报警，讲哇，即个人真正是咧掺毒。当然，即现行犯当然咱着随甲阻挡啊，而且咱嘛有听伊讲呢。就听伊讲半点外钟了，拢做无理的，一直伫遐重复迄种无理的歪理，而且阁是用无事实的迄遐讲扭曲，包括伊讲讲啥物，譬如讲伊伫遐念考试电量教授，啊，阁即安慰人教授，伊拄只咱录音带内底毛听着伊讲吼，啊，即、這个安慰人啊，是中央研究院的助理，阁讲开迄种足不屑的迄种型，你知？各位啊，你若对台语文的即个运动有了解，咱就知影。伊讲个洪教授，二十当前虽然伫中央研究院做助理，迄当时伊也无博士学位，啊、哦，迄是二十当前个代志安尼。但是人即摆已经是啥？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系主任退休，哦，教授退休安尼。所以伊表示啥？二十当前个资讯拢无 update， 拢无更新呐，拢停留伫二十当前个代志啊。伊表示啥？伊对台语问题拢无伫认真了解嘛。所以，伊家己都无认真学，家己看无啊，啊看无就伫遐讲哇，这台语文吼，这无多书写，啊无历史，无文学个过去个传统，敢是安尼？毋是呢，咱等下就要来补充，讲台语到底是会当写还是袂当写，甚至咱台湾上早个文学语言，台湾最早的文学语言是啥？是咱原住民个呢，哦，咱统称叫新港文书啊，以即个希腊雅。啊，平埔族、西拉雅也为主的这个真侪留下足侪文献的，包括早前这個马太福音啊，包括咱即卖台南，佮有这个有一个协会，伊在推动这个要恢复西拉雅语言，拢是爱靠马太福音以及一挂相关以前留来文献来做这个复兴的工课呢。哦、啊，啊，遮个历史，黄春明家己拢唔知，安尼伊佫敢讲伊是文学大师，我笑死人呢，真正的呢。哦，咱即摆着来看哦，看讲咱台湾文学个历史是安怎哦。啊，即呢，单方面啊，搁即个余光中即吼，因遮拢过时啊，咱就无爱讲因两下啊吼。咱即摆着先来讲，到底台湾语文会当书写，袂当书写，有历史无？哦，咱即摆来看哦。好，啊，咱即摆呢，咱拄则讲个，以原住民为主个希腊雅个话为主个即个马太福音，即文献拢搁留落来啊。当初是用荷兰话甲希腊雅话来写的啊，哦，啊，咱即看这版本是后来呢，这个甘伟林牧师呢，佮加一个英文的版本伫下骹，拢有文献啊，哪会无？而且这个希腊雅话伫台湾用百几冬呢，将近200冬呢，哦，是尾啊，因为汉化比例愈来愈悬，才大大失传去的呢，哦，啊，佮来，咱若讲台语的部分有啊无？台语的嘛真侪呢。早前吼，咱、哦、有两种个写法，一种是用汉字，像即种呢是歌词个即个用法啊、哦，用汉字来咧写即个台语个嘛有啊，啊、哦、啊，另外佫有一种是用罗马字来咧写台语个，就亲像讲早前新港文书用罗马字来咧写原住民个话同款，啊、哦，像即呢，咱俗称做白话字，毛人讲是教会罗马字，啊，这是19世纪末期个时阵。传去咱台湾，哦，啊，这个这种字呢，今麦嘛，阁有人在用呢，哦，啊，咱台湾上早的报纸嘛是用这个白话字吼、哦，台语罗马字来出版的呢，啊、哦，像这份报纸呢叫《台湾府城教会报》，这是当时出版1885年，啊、哦，1885年出版的，哦、啊，规个报纸呢拢是用这个白话字来书写哈、哦，啊，像讲。伊即个报纸内底，伊刊真侪物件啦吼，包括有关宗教的，啊，有关即个民俗的，
吼，甚至内底嘛有真侪记载着迄当时汉人甲原住民之间，吼，有发生啥物冲突，还是讲有啥物代志，嘛写记录真侪呢。所以咱若要研究早前的即个原住民，特别是平埔族的资料，即内底嘛真侪，吼，啊，过来像讲文学的创作的即个议题的文章嘛有，吼，像讲咧1886年。哦、一篇小说叫做《日本的怪事》啊，《日本怪事情》啊。啊，这篇白话小说，伊是咧写啥呢？伊是讲有一个人吼、哦，去客店、客栈咧过暝啦，吼、哦。啊，伊客栈过暝时，就交代这个客栈的这个头家讲吼，头家啊，你明仔载啊，甲我 morning call 一下吼、哦，我有要紧的代志，爱起来办吼、哦。啊，这个头家当然就甲应好啊咧。啊，过当工早起时间一个到，这个。啊，头家就要甲这个人客啊叫起床呢。啊，当然古早因为无电话啦，无多讲用电话讲 morning call 就会使，拢爱弄门才会使哦。所以呢，这个头家就要去甲这个人客甲弄门。当伊行到门边呢，为这窗啊门呢，遐芳吼，啊影那边呢，又奇怪呢。啊，这个人到底是人还是魔神啊，还是狐狸精？是安怎？这狐伊这个皮，伊迄阵寒天呢，盖皮呢，啊盖皮吼，啊这个。皮单呢，有吐一个狐狸的尾流出来，伊就想讲奇怪，这是狐狸精还是人？无啥敢弄门去边。当然尾啊呢，伊就提出个勇气，也是哭哭弄门去边啊嘞。弄门去的，伊就讲话就皮皮出来了，就惊啦吼。啊，这个、人家看到这头家皮皮出来，惊的话，头家无你是安怎的哦？哦，啊，这头家本来嘛无啥敢讲啦，尾啊嘛是提出个勇气，就讲。啊对吼、哦，我拄只要翕来时阵，看到你有狐狸的尾流啦吼、哦，啊你到底是人还是狐狸精？哦啊，当然这个人客看到讲，啊这既然这个客栈的头家呢已经发现到这个秘密啦，伊就老实甲这个头家讲，讲头家也无唔对，我是山顶来狐狸精吼，啊这个要事入城要来办理，啊拜托你唔通甲人讲，哦唔通甲人。把这个秘密怎传出来呢？哦，你唔通甲我讲。啊，你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呢，我会甲你报答。啊，我要哪甲你报答？对吼、哦，你若摕10元呢，去庙里人个贴庙香的迄个箱啊顶头甲藏咧呢。过当工，就你变20元。啊，你若藏20元，过当工，互你变40元。哦。啊，这个头家头啊，听讲。听伊安尼讲哦，讲这哪有遮好个代志？不哩过呢，伊也是提出，伊也是蒙试看嘛，伊种啊蒙试也无白害的。所以呢，伊就过当工真啊摕10元呢，去庙里添香香遐个坑呢。过当工过去变偌济？哎，变20元呢。伊住迄20元个坑呢，过当工过去变40元。哦，用个哎，这真正是狐狸精要来甲报恩呢。伊会想讲10元、20、40，安尼变成万，啊无就囥较济，囥1000元。所以呢，伊过当工个囥1000元落去。反当工呢，再去迄一个看，哎、欸，变偌济？只要讲爱变2000啊，啊是安怎来无去？伊想讲奇怪，啊这2000是要送退去哟。伊想啊，佮囥一届好啊，佮摕1元，不，佮摕1000元呢，佮佮囥落，过当工过去，嘛是无去，袂啊。伊轰然大悟，去拄到诈骗集团呐，迄个变身啊变去，根本就诈骗集团呐，啥物狐狸精，迄是咧甲你骗的啊，哦，所以你也看，即百外当前，咱的祖先就交代咱，哦，唔通小贪啦，小贪就两家人，哦，你小贪呢，哦，你钱去用骗，选票去用骗，哦，你看百外当前，就用这种完全白话，诶，这个文学的故事呢。来咧坑咱，唔通消贪咧，啊！即完全拢用白话咧，你啊用对读吼，拢作白话咧，哦！你啊想讲迄当时中国迄个咧创啊，中国嗰啲知乎者也咧，孙文革命嘛还袂成功个咧，哦！因嗰啲啊用文言文个咧，但是咱台湾就安啦，继续先进个，已经用白话文咧创作啊啦，唔呐安尼尔，咱唔呐有在地创作，佮有啥？人欧洲个。一挂囡仔故事、民间文学，咱嘛甲翻译做台语呢，甲翻译做咱台湾的文学。你也看，像讲1915年，有一个我发现到这个台语版的《灰姑娘》啊，哦，同款伫这个台湾府城教育部顶头所刊的哦。
灰姑娘，啊，伊甲翻做土炭。哦，为啥来叫土炭呢？因灰姑娘因兜咧卖土炭，啊，土炭煤炭，吼、哦。啊！你卖土炭，土炭乌乌嘞，你手甲蒙蒙的啊，佮佮蒙你的面，你的面就乌去吼、哦，所以叫做土炭。哦，这是台语版的灰姑娘。啊，这1915年就有安尼。啊，你遐看，这中国要袂五四运动啊、哦，中国的五四运动讲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啊，中国要袂五四运动，要袂全面做白话文的时阵，咱就已经用白话伫创作，用白话伫出版，用白话伫办报纸，甚至伫办学校嘞。啊，受教育拢是用这呢、個。哦，过来咱甲看吼、哦，像讲规篇长篇的小说嘛有呢。啊，长篇小说啊，出师线1926年郑克潘所写的啊，规本的小说啊。啊，过来像讲蔡培慧伊的这个10项关键，啊，伊的文化评论的册，伊也针对这台湾文化要怎只发展，伊提出一个10大看法吼、哦。啊，这。哦，这是拢用这个台语罗马语所书写的吼、哦。啊，过来像这呢，医学课本嘛有呢，医学课本嘛有呢。1917年啊，1917年戴金修啊，伊所写的这内外科看护学啊，啊，伊咧就讲咱人身躯的构造啊，啊，这是心脏啦，啥物货啦吼，啊，台语安怎讲，英语安怎讲啊？哎，医学的册嘛拢有呢。哦，啊，中国搁底下植物哲学呢，1917年呢。啊，过来你看，数学课本，1897年，啊、哦，台语的数学课本，这本册名叫做《笔算的初学》，笔算的初学啦，啊、哦，算术就对了，啊、哦，古早叫笔算，啊、哦，算术，啊、哦，啊，这就讲，譬如讲，伊只写讲计数法度，啊、哦，要分别数，啊、哦，啊，等，伊就教你讲啊，这边那计数，啊，边那读，哎，百外当前呢。迄当时个学校教育也毋是足普遍个呢，哎，咱就已经用这伫教学个呢。你啊看咱台湾有进步无进步？咱迄当时个教育是比中国加足进步呢。1895、1897年，中国搁伫创啥？孙文还搁伫武吉文也未成功个呢，咱就已经才进步个呢。啊，好，啊，咱拄则讲个迄拢是过去个。有个人讲好啦，啊，恁过去百外当前足厉害啦，哦，足先进啦，啊，恁即摆呢？诶，即卖嘛，阁有人伫用啊！哦，你像讲台文通信，啊、哦，即为1991年开始创办到即卖，还阁有存在啊！哦，啊种台文网报，啊、哦，啊种海洋台语文杂志，啊、哦，啊讲台文战线，啊、哦，或者是讲首都时报，啊、哦，啊是讲即、这个。啊，客语的客台语专刊，也是讲文学客家等等，这拢嘛是一挂主张用母语啊，用台语、用客语来创作的文学杂志啊。啊，一份杂志要办得成，迄背后就是要有足侪作家愿意投稿，要有足侪读者愿意来看嘛。啊，所以咱现处是虽然伫教育体制内底非常排斥咱本土的语文，但是靠着这民间的力量。咱嘛是搁坚持落去啊，坚持家己的母语创作，坚持家己的母语的书写，哦，啊，黄春明竟然到底是真正唔知，还是假唔知？你若讲伊是真正唔知，啊，咱就原谅伊吼，也不抵者无罪咧。啊，伊若讲是假啊唔知，明知影有这物件，但是甲定性，条工条侮辱咱台湾人，安尼就真害安尼，真恶极安尼，哦，啊，所以咱只介绍，啊，这拢是。针对咱台湾的语文，咱的文学的历史，啊、哦，一个情形。那、啊、为什么咱唔知影这历史？啊，为什么咱唔知影这历史？因为咱都无教育啊，无台湾的教育嘛。你看1945年，啊，中华民国来到台湾，啊，怎个叫因来到台湾的时阵，啊，因就规个推行华语文的教育啊，伊也无完，也无让咱认捌咱台湾的历史啊。无啊，互咱认捌咱台湾文学啊，台湾的语言拢无啊，互咱认捌啊。所以你啊看，咱细汉的时，对着原住民，对着客家，对着其他族群的文化，嘛足生分的，甚至对家己的文化嘛足生分的啊。拢敢若知影中国历史尔，知影中国文尔。啊，这就是外来政权调工的嘛。哦，啊，咱即卖，咱举一个例啦吼，越南，咱等下嘛会介绍一下越南的情形吼。
这个越南历史学家叫陈仲金，吼、哦，伊这真有名的这个历史学家陈仲金呢，伊捌讲过，吼、哦，过去中国嘛捌统治过越南，越南嘛捌中国统治过足久长的一段时间，吼、哦。啊，这个陈仲金伊是越南呢真有名的历史学家，啊，伊真重要就是第一个近代第一个用越南罗马字来书写越南的历史的，佫是用越南的观点来写越南历史的。啊、哦，伊就讲啊，伊讲过去呢，唔管大人囡仔，啥物人去读册呢，拢敢读中国史啦，啊，拢无咧读台湾，无咧读本国史，啊，写诗、写赋、写文章，嘛拢爱根据中国的古典呢，哦，啊，对本国的代志拢无要提起啊，哦，啊，甲本国历史当作无重要，哦，感觉认为迄也无，知影迄也无啥物路用啦，哦，啊，为虾米啊？因为自古以来无咱家己的国文啦。哦，啊，规世人干咱借助他人的语言、他人的文字来学安尼尔，这就讲出着越南过去受中国殖民的迄段历史。啊，这种情形其实甲咱台湾嘛足共款的啊。各位，恁以前捌学过偌济台湾历史？捌学过偌济台湾语言还是文学的？非常少啦。我相信，伫40岁以下啊以上的，咱足少的，大多数拢是靠啥？可能咱家己去看啦，家己买册啦，哦，啊，透过一寡唔是真正式的管道去认捌咱家己的历史，啊，无就爱对家己的爸母啦、阿公阿嬷迄代讲，互咱听较知影。甚至到今仔日，嘛还阁同款呢。有关台湾的历史、文学、语言的课，伊还阁是真少呢。咱等下嘛会讲，啊，甚至包括台湾文学系，虽然讲即卖全台湾20-30间的大学拢有设台湾文学系，或者是台湾文学所。但是台湾文学系所照讲是应该是做台湾意识的，哦，伫培训台湾教育的系。但是呢，这系拢变唔正经，讲歹听真拢变唔正经，是安怎安尼？咱等下再来介绍吼。咱再来看吼，咱拄则讲啊，咱台湾过去都无台湾教育啊，拢是殖民者的教育嘛。日本人叫来的时阵叫咱学日本话，中国人来了嘛叫咱学中国话咧。啊，咱家己的母语要当时才会当用。足少个呀！啊，咱即来看我个统计吼，咱来比较，为小学到个大学，一礼拜内底，咱来学偌济华语，学偌济英语，啊，才剩几点钟是学咱家己个母语。我个统计起来吼，你若华语呢，为国小到大学，平均一礼拜差不多够17节到24节啊。还有春秋，就是因为，譬如讲即个国中，也是讲高中呢，吼，伊即个国文课呢，哦。伊会当春秋，你学校呢会当有诶去增加，啊，根据你要读啥物系，啊，未来台要读啥物系呢，啊，你分组会当去增加，吼、啊，所以有一挂春秋。你啊看，华语一礼拜平均17节到24节啊，哦，咱切20节就好啊啦，一礼拜差不多20节啊。啊，英语呢，为小学到甲大学呢，平均一礼拜嘛12节至16节啊，差不多华语一半。啊，若咱本土的语言呢？无论是原住民呢，无论是客家还是台语呢，平均一礼拜一节，敢若国小尔，国小以后就无啊，你国中、高中、甲大学就无啊，无必修课啊，敢若国小尔，而且国小阁毋是必修课，迄叫做必选修，哦，必选修就是讲啊，互你本来伊是敢若要互你选修尔，啊，尾啊迄东西真正去空余了才必选，必选就讲吼，好啦，互你一定爱选啦，啊，毋过无列入升学的考试内底。无列入正式的学分内底，正式的课程无算。一礼拜啊一节，一节几分钟，恁知无？40分钟尔。国考一礼拜40分钟啊。啊，啊，这种情形就亲像啥呢？人的华语吼，一天拢照三顿食，啊，拢食白费，拢食到饱迄种的吼。啊，唔呐三顿食呢，佫有宵夜通好食哦，一顿食4顿哦。啊，咱本土语文呢？是啥？一礼拜才食一顿尔啦，搁是寒枪麦尔啦，寒枪麦咱食尔啦。人华语一礼拜一工啦，一工得当食4顿，啊，咱是一礼拜才食一顿寒枪麦啦。哎，枵死也袂枵死，当然嘛枵死。啊，所以黄春明伫遐偏向讲，啊，你这台湾语文无多写作，爱见笑呢。我每考试是拄好尔呢，伊有想着讲。咱现处时的囡仔受到教育是无公平的呢，
你用一礼拜二十几点钟在甲训练，有几个人能做成做中文的作家？无几个呢。你用二十几点钟训练，都无大家人能做中文作家。啊，你一礼拜四十分钟的讲吼，啊，你就要叫人拢能做台语的作家，哪有可能？你予人的资源条件是无同款的呢。然后才伫遐骗想讲，啊，这台语是要怎写？啊，这台语要安怎安怎？一大堆问题。我今仔日咱的本土的语文。那是甲华语平平同款，咱超平平一礼拜大家拢二十节，我来比拼看啥看卖啦，看啥物人会当先得到诺贝尔的这个文学奖嘛？啊、哦，会当来比拼看卖咧嘛？咱今仔是无公平的状态之下咧，啊！你黄春明嘴啊、哦，开嘴合嘴拢在讲为着弱势者在发声，伊敢为着咱台湾弱势者在发声？还是讲为着个人的文学上的名誉呢？哦，伫遐铺联合报，伫遐铺中国时报，所以呢，联合报、中国时报嘛拢甲铺，讲伊是文学大师。更甚呢，伊是牺牲着咱台湾人的尊严去换得伊，和中国人来铺做文学大师呢？悲哀呢？哦，我讲因这个人真正是确实人。正港的中国的文学家鲁迅，因哦，因用中文写作，哎，咱尊重伊，中文迄是呢，伊的母语咧，哦，啊，遮黄春明遮的人，放弃家，你家己要放弃母语，就尊鲁迅啊，佮要要求台湾人爱放弃，甚至人坚持用家己的母语书写，佮伫遐甲骗上，啊，伊毋知影，联合国即个教科文组织伫2001年。哦，有这个公布一个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啊、哦，底下呼吁世界各国咧保障着遐弱势的语言文化的族群，啊、哦，伊的语言文化的族群啊，无论伊人数偌少，你拢爱去甲保护，伊有权利用伊家己的母语去创造伊文学，去做伊教育，这是人联合国一直伫要求世界各国爱遵照去执行的呢，包括这个。1996年，世界语言馆宣言、世界人权宣言，马龙底下讲到这些弱势者，伊的语言、伊的受教育的权利、伊的传播权等等，哎，这是国际上的潮流呢。结果你黄春明底下讲骗想，啊，啊底下迎合遐统派的媒体，安尼敢对？啊，好，啊，咱过来看，咱拄则讲到，这是这个台湾的母语教育馆。足严重，去用北协调去啊！啊，这呢，咱前一站嘛去甲教育部抗议的。咱六月，今年6月13日发动30几个社团去教育部嘛，要求讲爱兴咱母语教育馆，要求讲你爱让我会当甲华语平起平坐嘛，大家同款的权利嘛，哦，平大嘛。哦，你爱让我，譬如讲我考高中、考大学，我嘛有权利，我要用。原住民的话，要用客话，要用台语，我当有选择嘛？啊，咱即摆完全连课拢无啊，入学课拢无互选择啊！啊，咱要求讲，你入学课爱互选择，包括你学校教育，为国中、高中、甲大学嘛拢爱有。结果呢，伊拢甲你否掉，讲吼、哦，会迄增加学生的即个学习的负担啦。哦，那讲要要求台湾本土语文，伊就讲迄增加学生的负担。结果呢？抗议了无几天，教育部佫随宣布讲吼，高中、高中的课，迄、那个高中课纲呢，高中生呢，未来呢，爱佫增加四学分，诶，啥物中华文化基本教材，爱佫必修四个学分呐，啊，而且爱分四个学期哦，爱分做四学期，就两档去修，啊，一学期拢一个学分，诶，足恶一个呢，咱要求讲爱本土语文的教，伊甲你讲吼，迄增加学生负担。过无几工，甲你讲，高中呢爱读遐个中华文化教材，拢遐文言文、四书五经的物件，啊，而且还必修哦，是必修哦，啊，这敢有道理？伊已经花期已经是偌济啊，一礼拜四节到七节呾呢，伊阁爱个必修四个学分呢，啊，你看有夭寿啊无？啊，啊，咱要要求本土语，伊拢唔啦，啊，啊，所以这就是呐。一个人教教啊，哦，啊，咱再来看，啊，啊，虽然这
几冬来哈，尤其是阿扁啊，执政的这八冬当中呢，哈，有成立真侪即个台湾语文啊，也是讲原住民学院、客家学院等等这样哦，二三十间大学拢有成立哈。当然，这大方向是真好，但是可惜呢，即个台文系数呢，拢变唔只惊伊啊，了袂啊惊啦，是安怎呢？啊，都会生呢，啊生出来了拢无咧顾咧，这囡仔拢无咧顾，拢学歹去啊，安怎学歹？只要讲台湾文学系，应该就是安怎用咱台湾做主体性，用台湾本土语言、原住民、客家甲即个台语，只做主体唔才对。啊，你华语的部分，啊都已经有中文啊，逐间校拢嘛中文系，中文的部分就是互中文的去负责就好啊咧。结果咱唔是啦。台文系啊，全台湾台文系，我甲统计过吼，足含的。以咱成大啊来举例就好啊。成大算是因为有我伫遐抗争，伫遐争取，所以勉强阁有一挂本土语文的课，但是我也是无感觉真满意的。啊，咱来看卖呢吼，成大台文系伊的毕业学分拢总128学分啦吼。啊，咱用台文系甲外文系来比较吼。外文系嘛是128学分哈，啊，这128个内底呢，台文系伊个国文必修四学分，国文爱个必修四学分哦。伊个国文是啥？唔是台语哦，唔是客语哦，是北京话哦。哦，啊，过来，伊个英文必修嘛有四个学分，而且爱分四个学期来上。啊，母语咧，母语几学分？母语啊，就是台语、客语、原住民，阮有开三种，互学生家己来拣。啊，几学分？三个学分啦、啊，等于毕业前伊拣三个学分就会使啦。夭寿啊！你看，本土语文讲三个啦，人英语就四个，国文就四个，啊，台文系对着台湾语文讲干要求三个尔，安尼敢有合理？哦，啊，咱来看英文系，人英文系内底呢，国文虽然嘛四个必修吼，但是人个英文必修是偌济？20是加上6，拢总有30个学分啦。也就是讲，人外文系，人就知影讲，啊，伊爱训练外文嘛，所以外文当然嘛爱较侪时数，所以人伊个英文是30个咧。啊，咱台文系台诶，即个台文才三个尔，多少人系十分之尔，十分之一尔啦。哦，啊，看有含无啊？啊，所以变成讲，一个台湾文学系学生毕业咧，伊敢若伊若无可以选其他个本土语文。伊敢若修过三个学分的本土语文尔，啊，剩的上个拢是用中文啊，所以这就是甲中文系就换汤不换药嘛。讲较歹听的，这就是中文系的人来咧乞食官庙讲啊。拄好呢，阿扁也认来呢，涉及着台湾文学、台湾相关的系，所以拢好康着中文系啦。因为咱一睏头生遐侪囝出来，顾袂离啦，啊，拢请人来顾啊。啊，拢各个拢许中文系好康去啊，包括阮系嘛是同款嘞，阮系一半以上拢中文系毕业个啊。哦，即个咱袂是讲哦，你日文系内底一半以上拢英文系毕业个人，迄日文系伫教册，安尼有问题无？即个英文系有一半以上哦，讲拢中文系毕业个，迄英文系伫教，安尼有问题啊无？即卖台湾文学就是即个问题啊。哦，啊，即未来要安怎解决？当然即就是爱。包括咱台湾政府未来要有智慧，要怎解决这个问题？要怎解决即挂予人占去吼，占迄个解税权，去只官庙讲的这个问题哦。所以包括讲话怎样，照讲是讲这个台湾文学呢，应该是真有台湾意识，是台湾意识伫培养的一个学系呢。可惜吼，我会使讲完全失败啦。就我对台湾文学的了解来讲，会使讲完全失败啦。安怎讲呢？就我观察，即个，比如讲吼，我伫阮台文系伫上课时，若讲到台湾的历史，会使讲问啥，学生囡仔大多数拢毋知啦。包括武侠事件是啥，无几个人讲会出来啦。伫台湾历史无几个人讲会出来啦。哦，啊，包括语言文学各方面非常害啦。啊，即摆足侪拢是啊，着分数考掉尔，啊，分数考掉遐尔。啊，所以就来烫尔，啊，佮加上即个老师啦，即个课程安排呢，
嘛拢甲中文系无啥物相差，无啥物差别啦。所以训练出来，其实等于甲中文系训练出来同款啦。啊，这是台湾足大个问题咧。啊，上下咪是最近我有看到一个新闻吼，一个《苹果日报》咧报道讲吼，有某一个大学生咧，吼，伫遐路上咧用啥物爱的抱抱吼，讲要选一个中国国民党的青年团的团长啦，啊，啊，伊就要做事嘛，啊，所以就遐路人讲要甲人揽600几届吼，啊，通安尼要做事吼，啊，要选中国国民党的青年团的团长，啊，这个人是啥？你知道？讲拄好是阮新台台文系4年的学生啊，我主要是唔知要怎讲，你知道？讲啊，这当然学生伊有伊的自由，吼，民政治上伊有咱无共主张，这咱嘛尊重伊啊。但是我感觉，身为台湾的老师，见笑啦，教出这种学生啊。当初时，莫讲到当初时，到较近嘛是同款的，反对台湾文学，反对台湾语文，反对台湾文化，上严重的啥？中国国民党呢？你啊看，中国国民党为1945年来到台湾，一直咧禁止台湾的语言文学。台湾的文学系是当时才成立，成台算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到我2000年才成立呢，换政权了才正式成立的呢。在国民党统治台湾迄55年内底，无甲一间大学有台湾相关的科系呢，伊拢是甲咧打压的呢。真侪人阁是因为研究台语、研究台湾历史，互掠去关的呢。结果教出来学生讲，要做中国国民党的青年团的团长啦，我是来足了然的，真正，真正是足了然的呢。我讲啊，这个老师是安怎教的？教予这个少年人对台湾历史煞无了解啦，煞当讲歹听，认贼做老爸呢，真正是认贼做老爸呢。讲你啥物人毋去，倒一个政党毋去参加，结果伤害咱台湾文化上惨的这个党，你竟然去要选一个青年团的团长，这真啊真害。啊，佮另外一件代志嘛，真感慨。这个最近咱文坛有一个钟铁明作家伊是钟理和的后生拄啊前一阵过身去拜六拄好伊的公祭，我嘛有去啦钟铁明是咱高雄美浓的一个客家籍的一个，算是台语的一个作家啦吼。人长期嘛是，就讲咱台湾文学伊有一个反殖民统治反对外来殖民统治，啊，佮有追求咱台湾文学主体性，这一个传统之类呢吼。啊，这个钟铁明，这钟铁明先生呢，伊在世的时阵嘛，对着台湾文学真。推广包括伊设这个钟理和的这个纪念馆等等推广真好呢哈。伫公祭迄天呢，马英九呢，用这个中华民国总统的名字呢，嘛送一个什么总统府的褒扬令来啦。我是看了足气的，你知道？我足想要甲客家讲甲这个摕回去啊！我讲你马英九无诚意啦。这人阿秘书讲做表面的呢，讲你若真的有诚意的时阵，当初是咱要建立钟理和的纪念馆，还是讲一关台湾文学，你得爱政策上去支持，唔是呢？因拢是政策上一个牛后卡呢，拢要甲你抬乌死呢。啊，即卖人过身了，才个做一个表面，讲哦，我包容你吼，啊，对台湾文学做贡献，做假的嘛。各位，2008年以前，阿扁阿人才有成立一个国立台湾文学馆。内底藏的，算是较台湾开，真正就是较台湾味的作家。2008年以后，豆安怎，馆长也换人啊。啊，内底展览的物件咧，豆拢咧展览中国的物件啦，包括交流，拢去做甲中国做交流啦。讲这台湾文学馆，连恁就变中国文学馆尔咧。啊，所以马英九这做表面的，伊是要消灭台湾文学呢？即卖人过身，有要选举，做一个表面，讲来我甲你包养一个。等到死再包养是要创啥？无你着，譬如讲总理的纪念馆，人在生人伫遐为着这要倾经费，倾
一寡资源的，无你着总统，无你着拨一亿嘛，啊是用十亿嘛，啊创较好个嘛，哦，莫人过身去啊，较着用一种包养恁做假的啦，啊、哦、啊实际上，规个有关台湾的文学的发展的政策，完全就是拢无嘛，包括过去，咱有办这个教育部办这个杜正兴任内时阵，哦有办这个母语文学奖，台湾本土语言的文学奖。本来是一冬一届的，而且马上叫起来了，嘛把变作两冬一届。啊，明年若搁调吼，会变作单无去无限期，会袂？咱嘛唔知呢。伊会偷偷甲你稀释去呢。啊，以前杜正兴人大伊嘛是有办这个奖励吼，就讲你鼓吹无语的吼，包括台语客观作品去，而且个人还是团体呢，你若长期对这有贡献的，来甲你包容，啊，甲你肯定，甲你娱乐，逐冬拢有办咯。啊，即卖2008年了嘛，佮伊改啊，表面上佮讲啊，都吼该表扬，拢表扬佮差不多啊吼，所以未来改做两档一改，啊，过来可能就四档一改，啊，过来就无限期一改啊，大大拢佮你改掉去，包括进前人杜正兴人来，又奖励国大学爱做迄个台湾研究国际化的工课，又真侪计划鼓励人吼佮国际合作啊，做台湾研究，台湾的语言、文学、历史拢会使。马上叫起来嘛，该换掉。啊，奖励啥？奖励甲中国通啊，讲奖励去邀请中国学者来啊。啊、哦，包括阮生态最近嘛安怎？教育部指示啊，讲爱成立一个闽南文化中心啦、啊，讲要甲中国通啦、啊。哦，我真啊气甲呢，是吧？所以呢，就讲因这人做表面的啦，啊，咱台湾人哦，唔通成功啊，啊、哦，唔通用。人去做表面，结果人用哄骗去哦。好，啊，过来呢，啊，咱时间有限吼、哦，咱着啊，咱拄则讲到的呢，联合国吼、哦，以及这个世界语言权宣言吼，即详细资料，各位去上网站看，其实嘛拢有吼、哦。过来呢，咱时间有限，咱着快速吼、哦。我想我着干补充最后吼越南的部分好啊吼。哦咱现在看这首诗呢，这是这个越南的国父啦，吼，等于国父吼，胡志明所写的吼。啊，伊写这首诗是胡志明从掠关的时阵所写的。啊，胡志明是啥物情形之下掠关？啊，互送掠关，够人知影？互蒋介石掠关啦。这都是过去呢，近代呢。这个越南吼、哦，捌予法国统治过。伫法国殖民的时阵呢，啊，这胡志明伊为着追求越南的独立，当然伊就去日本、去中国、去法国，世界各国甲孙文共款，就去世界各国找找政治资源啊。啊，伫差不多1930年代的时候，伊嘛去中国要找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的资源，看会当帮衬因来啊，予越南独立无吼、啊。啊，尾仔伊去中国是迄、那个。蒋介石国民党掠去关，因为国民党怀疑讲吼，伊这是共产党诶，伊可能是中国共产党诶要白啊，所以甲掠去关吼，关伫广西关头一冬。啊，互关诶时阵，伊就写《狱中日记》哦，啊，就讲伊诶心情吼、哦。啊，当然伊这是用汉语所写诶吼。啊，有人想讲，胡志明会用中文吼，其实伊毋是会用中文吼，伊写诶这是汉文吼。伊、哦、这呢，你爱用越南话去读啊，这个只能讲。咱来用台语来读，身体在狱中啊，精神在狱外哦。安尼啊，用越南话啊，像用北京话嘛，拢会使。这种是叫汉文吼，毋是中文吼。所以这个胡志明伊本身是用汉文吼。啊，咱用这个主要是要讲，过去越南伊嘛是用汉字吼，尤其是这个中国统治之下，伊是用汉字。啊，尾啊呢，规个改做罗马字，啊，改做罗马字。啊，为啥要改做罗马字呢？啊，像咱即摆看到这正平、这平这吼，这就是罗马字吼，越南罗马字。啊，越南为啥会改做罗马字？哦，啊，过去伫法国统治时，伊嘛是爱学法文呢，法文嘛是呢正式官方语文呢。啊，啊，伊是安怎恢复着伊呢母语？啊，安怎为汉字转变做罗马字？啊，这嘛是长期以来我对越南真关心的一个议题吼。啊，咱即摆来看这个有关越南吼。咱时间有限，咱就来看近代甲咱台湾较有关系即个1945年即个部分咯。
咱来看1945年呢，我想这甲咱台湾政府嘛有较直接的关系啦，吼，就是讲，咱过去读历史的时拢讲，到1945啊，军国开罗宣言吼，台湾就回归中国，吼，国民党甲咱讲的拢是安尼，到底敢是安尼？啊，那就我对为越南遐做调查所得到的是安尼啦，吼，就讲伊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了，蒋介石是。这个接受这个联军的委托、来台湾以及越南北平、来接受日本军的投降，所以他除了台湾之外其实也去越南，但是后面这段我们大多数都不知道，包括我在几年当前我也不知道，是有一次去越南呢接受到一个越南的老兵、他跟我说我才知道、那个越南老兵是他当时有参与到、这件事情、包括有写一本小说叫做《夏暖国堆》，我的河内，内底伊个情节呢，有一节你讲到这个，蒋介石的军队去越南的代志吼。这件代志到底是安尼？咱来看吼，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这个天皇正式投降进前呢，迄当时胡志明就听到风声啦，伊就知影讲哦，日本念伊投降，投降了呢，麦克阿瑟有可能诶。要求蒋介石来越南，啊，佮去台湾来接受日本军的投降，所以伊就一直在准备游击战，一直准备要游击战吼。所以当即个1945年8月15日，天皇日本天皇投降了呢，伊随伫越南全国发动起义，这就是真有名的越南近代史上叫做八月革命啊，八月革命的即个真有名吼。咱即摆看到这是越南地图内底一点一点呢，就是迄当时。伊8月15日到甲9月，甲8月底呢，短两礼拜之间，因各大城市差不多拢起义成功，拢互胡志明因个一挂干部呢，起义有占领起来吼。伊起义成功了，伊就随安怎呢？当然，伊就随宣布即个组成越南临时国个政府，越南个临时政府。然后伊伫9月初2日随宣布越南独立。为啥伊要动作遮紧？因为伊就是要希望讲，趁蒋介石军队还袂去的时阵，伊要有一个合法的一个单位，才能对外代表越南，较袂互蒋介石伫遐乌白南山来，所以伊就动作真紧吼，当然，即个日本天皇投降了呢，真正麦克阿瑟就叫蒋介石来台湾，佮有去越南，所以当时越南北边呢是由蒋介石的军队来占领。南边是由英国的军队在占领吼。咱即摆看的这相片是啥？这是越南迄边提供给我的相片啊，就是迄当时蒋介石因的军队呢，去到越南的海防的时阵，伫这个阅兵台顶头，因伫啊迄个集结的迄、集外的相片吼。过来这是因的军队呢，要进入这个越南的河内，伫啊行军的相片。这是这是因的部队伫遐集结的情形吼。南部这是这个英国的军队吼。咱即摆看，这是呢，因越南的游击队所做的迄个通报器。我这是伫因的博物馆发现着吼。因写通报器，就讲伊通报讲吼，蒋介石因的军队呢已经进到倒位啊，因遐咧通报吼。当然，这是伫因的博物馆内底一幅油画啦吼，就油画吼，咧画讲。胡志明呢，面对着这个局势，要怎处理？就讲蒋介石，伊唔呐派兵呢，伊叫迄个罗汉为这个芬兰，遐派20万的军队去占领越南北边吼。翕完了呢，伊一方面要求这个胡志明讲吼，你我这20万的军队咧，食的、穿的、用的，拢你爱买单，你爱付钱，你来大批的粮食、大批的黄金来付给我。迄当时越南拄啊好粮食欠收啦，南北铁路嘛断去，南部的米无得运去北边吼。但是要应付着蒋介石的所处呢，所以只好胡志明就下令讲，说民间呢，即个粮食拢要缴来，通互胡志，通互即个蒋介石。因为安尼呢，民间煞单无米通去食，无物件通食，听讲夭死差200万人，所以即件事件比台湾二八搁较严重，200万人夭死呢。最近日本嘛有研究学者，因出一本册，详细咧做遐研究调查吼。再来，
伊除了200万人夭死之外呢，蒋介石佫要求吴志荣讲：啊，你成立恁的临时政府，无你的政府官员、你的国会遐个人员呢，三分之一还是一半的释出，爱让出来，让予亲中的人。所以，迄当时就派一个算是外奸呐、越奸呐、啊，明明是外人啦，啊，毋过帝都即个蒋介石遐个叫阮海澄的呢，伊就担任迄个副总理、副主席、国家副主席。所以，等等，伊要介入即个越南的内政就对啊。所以，即个吴志荣当然看毋是细啊，讲哦，啊，你这蒋介石是真害嘞。啊，若安尼落去，啊，我越南若变你个中国一个省，伊都无要走啊呢。哦，所以呢。即、这个欧志勇迄当时就联合法国，伊私底下去找法国讲吼，讲你若法度帮我甲蒋介石赶走呢，我愿意你法国重新倒来统治我越南。当然，这是伊个诡计啦，伊只有用这种口欲计吼。所以咱即摆看，这是1946年三月初六呢，欧志勇甲即个法国个代表签订所谓六三协定啊，就是咱拄仔讲个，就是讲伊要。吼、哦，甘愿予法国倒来诶，即个协定吼、哦，啊，法国当然着真欢喜啊，伊着去找蒋介石啊，哦，要求蒋介石为越南退出。啊，若蒋介石愿意呢，法国着要放弃以前，啊，咱知影以前中国无签啊，做一啥不平等条约，伊着要放弃以前法国甲蒋介甲中国所签诶遐不平等诶条，伊拢要放弃掉。啊，所以蒋介石评估者感觉对伊嘛是有好处，所以才为1946年。了呢，才为越南撤退。所以，迄当时好佳在蒋，即、這个吴志明呢，由即个眼光，甲蒋介石赶走去。啊，若无吼，越南的下场，当甲咱台湾即嘛是同款的。啊，咱两个当变难兄难弟。哦，啊，即个时阵，中华民国当有两个姓，一个叫台湾姓，一个叫越南姓。真正的，啊，好佳在人吴志明迄当时有眼光啦。啊，咱台湾就可惜，迄当时呢，无人敢徛出来，真有力的推杀讲，啊，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哦，啊，当然，因为咱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讲到这。啊，这不是我咧操蛋的哦，这我是有根据的，包括我有去访问，包括拄则讲的足济，拢是伫越南的历史教科书拢有写。这是越南历史教科书第12册高三的第历史吼历史，内底拢有讲到哦。啊，各位若有趣味，啊，这上网站吼，我有一个网页专门咧讲这物件吼，啊，你上我网站拍蒋的文就有啊吼。啊，因为咱今仔个时间真有限吼，啊，咱卖耽误着后一节课的时间，啊，无我就先讲到这，啊，若有啥问题，咱等下课时阵大家再做交流，啊，感谢大家，多谢。兄弟，又困十分钟。